咱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。白短，漂亮，漂亮。尼亚的这个新秀之后啊，进入了决赛。的这个王励勤，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励勤呢，在前三站公开赛的四强的情况来看啊，也就一个固定的人来拿啊，就是轮着做。这马林啊碰到了这个王励勤，那好像啊对这个陈启的球路看来还是有不是很了解，这个更多的是跟右手练。当然也有个别的人呢，他喜欢打左手。漂亮。十八球，漂亮。失误少。所以他现在对陈启呢还是十八球，你发球，他打法凶狠以后，他自然呢会失误多一些。漂亮，三落后，漂亮，李林战胜方别出进行，追输，好的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又战胜了孔明辉，而取得了。
奥地利选手陈伟星，然后又接着又胜了，就获得了进入决赛的机会。七局，庄智渊呢在比赛中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梁祝恩啊，然后克里桑而进入决赛。漂亮，这一豁开了以后呢，反而这个球也就有了。2004国际乒乓之夜，发球，7-6。漂亮，插机会，好的，啊，漂亮，发球抢脱。